今天我家这儿有个很出名的媒婆，说想介绍几个男的给我相亲。告诉他你有男朋友啊？我说了。然后呢？他说给你也介绍几个男的。不过假如果你是媒婆的话，你会和别人怎么介绍我呢？你呀、人老实，话不多，会过日子，是个潜力股吧。嘿，那还挺好的。这说给别人听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人长得老实，话不多，有点抠，现在还没什么大作为。假如你是媒颜，怎么形容我？我会把矿卖了，然后买一套龙年限定皮肤。好好说。哎呀，我会说你性格温柔，长相甜美，对我体贴，就是感觉你最近有点憔悴了。洗完澡忘记用了，等我一下。毛哥平时个鱼子酱面膜带回来都忘记用了。哎，你前段时间不是一点都离不开它吗？对呀，脸上的满满胶原蛋白感靠的就是它，用它一段时间脸都蓬起来似的。你说我憔悴是因为这几天回家都在熬夜，正好用它来急救一下。嘿嘿，你真美。你的脸如果泛红啥的，你也可以用家里的，它修护皮肤屏障真的蛮有一套的。Yes, madam. 用完面膜之后，皮肤状态好了很多。菲，你的开心需要靠面膜，而我的开心只需要你对我说，宝贝，想我了么？抖音